听经，我们请翻开第一页，一样我们念五贤祈愿，先共修。请把心静下来，为自己和一切的众生专心念五贤祈愿品的偈颂，然后听着木鱼的声音。当木鱼声音加快的时候，你要听自己的声音跟大众的声音。一切我今天在
何况无量劫轮回的事呢？
所以我们是容易遗忘的，因为一生一死这种生死痛苦的震撼力啊，把我们的所有都遗忘。那有些人他在修禅定当中，当禅定的功夫慢慢增强，智慧慢慢的升起，业障忏除，功德具足的时候，他会在定中或梦中看到自己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并没有什么稀奇。就像河流从上游流到中游，流到下游，我们的念头就像河流一样，它是连续的。可是我们常常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常常只想到今天，我们常常只想到现在，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很小的。今天教你观一切的众生，是开始教你去观想、想、注意力，也不要给我念佛，也不要念咒，用心真正去感受、去想。想什么呢？先看大海里面无量无边的鱼。我们也曾经做过鱼。今天有一个莲友问我放生的问题，待会禅坐完，我第一个就会回答这个问题。大海当中有芸芸无量无边众生的鱼，这些的鱼我们也曾经做过鱼，我们也曾经呢是鱼的眷属过，但是我们忘记了。再看下面，大海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鱼，你永远是数不完的。众生就是这样无量无边，所以你要开始观想，从你最靠近的人开始观想。当然这个观一切众生也是部分的慈悲观。我知道在座各位有很多也学过慈悲观，南传大乘修慈悲观的方法有很多。举一个例子，光呼吸，全世界呼吸的方法就有300多种，有佛教的，也有外道的。所以你会亲近不同的老师，学不同的观想，其实这些都不会冲突。再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观想，我们的真心就像清净的莲花，我们的心上面呢盖了很多很多的灰尘，就像神秀大师讲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尘埃。其实我们要时时勤拂拭。我们修行的呢是过程，讲修持的过程，其实神秀大师是讲时时勤拂拭，勿使尘埃。至于六祖慧能大师讲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是讲开悟以后的境界，他讲过程。简单的说，我个人体会是神秀大师讲的是修持的过程，而慧能大师讲修持的结果，这两个当然不冲突，但是以见地的比高下来讲，当然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开悟的人，可是现在你做不到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。所以华人的莲友，你喜欢空，这是很好，因为空是佛教和外道不共的地方，但是你呀应该每天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你的心上面很多的灰尘，每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就像擦一遍，你每一次拜一次大悲忏就擦一遍，你就像镜子一样，灰尘一直擦一直擦，擦久了以后你镜子呢就会亮，就自然会反光，对不对？假如你不擦，上面就有很多的灰尘，有肮脏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贪嗔痴的烦恼。所以观想其实也是开展你自信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。为什么呢？看幻灯片，因为我们自信当中就有清净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光芒，但是我们上面的灰尘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呢常常呢烦恼很多，情绪很多，自己的脾气也很难控制，心也很散乱，所以你要透过很多的方法来调伏你的心。接下来看想一切的众生，各位那天给各位看，一切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，慈悲的先决条件要有智慧，可是慈悲的法门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诸佛都必须修的。
慈悲严格说是有三种慈悲，我这次讲座没办法 Part 1没有办法跟你讲，看 Part 2跟 Part 3以后我再说。按照大智度论的讲，有众生缘慈，有法缘慈，跟有无缘慈。我在西莲阁三乘教法里面我已经讲过，在这边我就不重复。慈悲它是有深浅的，学慈悲绝对对，但慈悲的先决条件要有智慧，否则你的慈悲会变烂慈悲，被人家利用。好，所以你对众生慈悲，他也会对你慈悲。再看下面两只猫，一起看业绩，一切的众生他都会相互的依赖与照顾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作为人也需要有连友同参道友，要有良师益友跟好环境，所以众生的本质都希望快乐，众生的本质都要远离痛苦。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，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因，你并不知道什么是远离痛苦的因。比方说菜市场的阿公阿婆，他每天都杀生，为什么？为了赚钱啊，为了活下去啊，他为了五斗米而折腰，他为了生存。可是他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是造了更多的恶业，所以就得到短命跟多病的果报。他虽然活下来，可是呢他不会健康，他的寿命不会很长。所以我们若没有遇到佛陀，佛陀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，你就会知道我很想快乐，可是我种的都是痛苦的因。比如说你想要发财，今天中午跟几个连友去 JB 有一个叫贝多芬的素食馆，他老板有善根也有福报。他为什么有福报？因为他很高兴啊，他福报是修来的，他相貌也很好，师父跟他谈了几分钟的话，对不对？从他的谈相貌就知道他是多生多劫修来，人家一演场呢，一场演讲都是1000马币以上的，为什么？人家修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。可是我们常常只看到果，举个例子，哦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很简单啊，他修你不修啊，他发心你不发心啊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法师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去种那个因啊，并不是你要唱唱啊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就叮叮当当唱，那你就会智慧如海。不，你不学习佛法，你不禅修，你不深入经藏，你是不会呢智慧如海的。光用唱不会是智慧如海，那只是结个缘。同样的，有些人你会发觉他人缘很好，为什么？他心很慈悲，他念念去关怀别人，而且是没有目的的，对不对？他做得到念念关怀别人，所以他很有慈悲心，慈悲心得到的功德，寿命就会增长，而且人缘就会很好。再举个例子，今天你看你们桌上每个都有普贤行愿品，对不对？我讲普贤十大愿，对不对？我一样广修供养啊。这些法宝都是从台湾的莲友、新加坡的莲友，我用海运然后车子寄来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师父也是这样广修供养啊，所以我的人缘很好啊。所以你看到别人有果，不要去嫉妒。我觉得莲友不了解佛法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要是我有钱，我也会打扮很庄严。你讲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不了解因缘果。今天他会投胎的富贵人家，是他过去修来的。你没有神通，你若有神通证悟的话，你看到他无量劫，他可能当文武百官的时候，一下令呢救几千万的众生啊。所以人家有这个福报，生在帝王或富贵家。举个例子，英国伊丽莎白泰勒，对不对？伊丽莎白女王，她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威廉斯，对不对？人家作为英国的王储，作为太子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投胎不到那里啊，人家一投胎就是太子啊，为什么？前世修来，对不对？你看非洲，我们看到很多可怜的众生，对不对？很可怜，很可怜，对，我们应该帮他想一想，那为什么会投胎到非洲呢？他不会生在新加坡或 JB 呢？答案也是他的业，他过去造过无量劫、无量劫恶业，所以他投胎到非洲去，
不对？三餐都吃饱不饱，很多的疾病，然后很多的痛苦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个人要选择投胎去非洲，哪一个人不想去投胎做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呢？但是问题是你投得太胎吗？对不对？你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，你就会知道这个世间真的是很公平的。你今天能够赚得很有钱，也是你修来的，你的福报再加上你的努力。今天你会嫁到一个好老公，也是你修来的，要珍惜。今天你会嫁上一个坏老公，那你去读十善业道经，你是你过造恶业而投胎的。所以天底下的东西都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各位，我还是苦口婆心说，你真的要认真学佛法。好，接下来现在我要你观想观一切的众生。好，就像心一样，先看啊，它有几个段落，待会我会打木鱼。第一个，你先坐在大殿，背挺直，身体放松，就用想的，你不用念佛，也不用念咒，你就用心想，想什么呢？就想在座的所有的莲友，就从第一排这样一直想，想所有的莲友。第二个木鱼，我会敲两下，你想 JB， 因为靠近新加坡，你就先想。JB 跟新加坡所有的人，有华人，有马来人，有印度尼西亚人，有印度人，有邦加拉德什，有外国人，你就这样去想，所有芸芸的众生，他都有佛性。第三个，我就会要你想整个地球，不管是亚洲、欧洲、美洲五大洲，不但是五大洲。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池里游的，水中跳的，芸芸的众生，就像大海里的鱼一般，芸芸的众生。到最后，我要叫你想想整个太阳系跟无量无边的，佛经讲三千大千世界跟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无量无边的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所以你的心。每天只想到我的家，我的几位灵友，所以你的心量就这么小。他这个目的是要扩展你的心量。好，开始背挺直，身体放松。师父会敲木鱼提醒你，你不要紧张。你用尽量的想，尽量的想，这个不是妄想，这是呢扩展心量的慈悲观的一个方法。下班去 shopping， 或是要回家，开始这样想：芸芸的众生，眼睛不要蒙蔽。你能想多少就尽量想。现在想 JB 跟新加坡各种种族的一切的众生。用心去感受，你不要期待你会看到什么，它只是一个转变心的方法。好，第三层，想整个地球，无量的国家，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池里游的，水中跳的，看得到的，看不到的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如果你想不出来，可以看一下幻灯片，然后再观想。
现在讲，所有整个太阳系无量无边的银河系，所有像佛经讲的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结束了，眼睛轻轻的眨一眨，手轻轻的动一动，结束了，怎么样？我想很多人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吧。好，在这个想的当中，有些人突然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真的从来没这样想过，我才觉得做一个人很渺小。很好，这是你身体的正念。第二，有些人突然这样想的时候呢，你会身体震动，毛骨悚然，突然觉得好像鸡皮疙瘩掉满地，震动你，很好，这叫做你无量劫的我执跟我见开始在震动。有时候你也会想一想当中，突然想到自己的妈妈跟所有的过去的过世的家人，你就流眼泪了，也甚至想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道，希望他能够闻到佛法。很好，这也表示你心真正去感受过，所以这个是修慈悲观，扩展你的心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凡夫的眼睛就是常常只看前面，你看像你们走路的时候呢，头都低低的，好像希望呢都可以见到马票一样，不是捡到钱。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小，可是呢，我们很少透过观想而扩展自己无量无边的心量。所以这个是讲观一切众生。明天我会教各位观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是诸佛如来的大悲心。好，请看讲义，请开灯，开灯，请翻开讲义第十四页。昨天第十四页第十二行，昨天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复习一下，请看幻灯片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希望你在 Part 1里面呢，说我讲得很慢，但是呢有很多重要的观念先教你，当你听读到经文的时候，你才会比较能体会。所以你说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起来的话，修哪三个菩萨？就是这个山西省崇善寺由右到左的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叫千波文殊，中间是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左边是大恨普贤王菩萨。现在我给你看单独的千臂千波曼殊师利菩萨，我讲过文殊十大愿已经上网，各位可以听，它有一千只手，一千只手，每一个手上面有个钵，每一个钵上面有尊佛，代表千佛的老师。所以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可以千手千眼，任何一个佛菩萨都可以实现千手千眼。第二个，中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这个大家并不陌生。第三，你看这个后面一个圆的叫一真法界普贤王菩萨。所以修华严经就是代表第一参、第二十七参跟五十三参。那五十二参是弥勒菩萨，所以下一尊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第一步也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。所以你若受持普贤祈愿品，你就会遇到贤劫千佛。好，那在这里有一个莲友问了一个问题，我想很重要，先看观音菩萨。他问了一个关于放生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向文居士在脑筋
天举手一下好了，因为有些莲友他问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不一定每天都来，在吗？在吗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还是答吧。那请这位居士呢，到时候再听录音带。他说：“师父，请问放生真的有消灾的力量吗？”简单的说，鸟在自在空中飞，可是我们信徒却向那屋主买动物来放生。屋主呢，哎，这个屋店的人就在一抓一放过程中，很多都死亡，对不对？小鸟呢，在箱子里面也会缺氧而死亡。放生是放一条生路，而不伤害他们的生命，给它生存下去的。比如一条蛇跑进屋来，我们就会把它赶出去，希望告诉它回到该它属于的地方，或请人捉回了，把它再放到森林。请问，人为大量的捕捉，然后又贩卖，这样放生的仪式，真的值得鼓励吗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我在新加坡显密缘观音坊回答过，不过因为莲友提出来，那我觉得也很重要，我先回答。在回答之前，我先讲一个故事，待会会回答这里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第一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世他当了鹦鹉，大家知道吗？鹦鹉。那有一天，他住在森林里，突然呢，森林起了大火，那所有的动物就惊慌失措，开始跑。那你知道，在动物里面呢，森林里面是有很多动物，狮子、老虎都是。非常快，豹也是跑得很快，那有些动物就跑得很慢很慢啊，火就烧来啊，还有些动物是爬在树上的，这时候呢它来不及就被烧死。可是释迦牟尼佛这时候在森林里，他是一个鹦鹉，他看到了所有的众生呢在遇到了火灾，他起了大悲心要救他。他怎么救他呢？他一只鹦鹉，那这个森林的旁边有一条河，他就用飞过去，用他的翅膀沾几滴水，然后再飞回来，再把水洒下去。各位，你想这样可能吗？不太容易，对不对？可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弃，他一样就这样飞过来，飞过去，飞过来，飞过去，就一直站，飞到河边。你看鹦鹉嘛，你看它的翅膀有多大，一点点。它沾了水以后呢，然后呢就飞到森林里，想要把它扑火。可是因为他的大悲愿心要救森林所有的众生啊，大地六变震动了地势天的宝座，地势天宝座跟大梵天王的宝座，就他宝座就摇动了。那地势天跟大梵天就看奇怪，我的宝座为什么摇动呢？他往人间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有一只鹦鹉啊在救森林的道。这时候啊，地势天跟大梵天王就很感动，当然他们有神通，他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世的前身，一只鹦鹉。他就讲：“释迦如来，你虽然是一只鹦鹉，可是你从来不放弃一切众生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，你的翅膀这么小啊，森林的大火烧得这么快，风一吹，这是很难的，你知道？因为他这样的呢，可是地势天跟大梵天王就对他合掌，因为他大悲心。”救度众生的心量震动了天上，所以这时候地势天跟大梵天王就用神通一弹指，就下了一场雨，所有的这个森林的火就被扑灭了。可是因为下了一场雨，那这个鹦鹉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他也非常的疲倦，他也被火烧到，那他也呢躺在森林里奄奄一息。奄奄一息了以后呢，他就断气了。可是，在断气的那一刹那之间呢，他就做了大宝莲花，坐在虚空当中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真实的故事，叫鹦鹉森林救火的故事，在本身经里面有提到。好，我要讲这个故事，就告诉你，真正的放生应该像这样：你升起大悲心，救度众生。所以你问我，放生真的有消灾的力量吗？答案是真的有，不要怀疑，但要看你怎么做。现在的很多做法跟佛经讲的不太相应。首先，放生本身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
因为每一个众生都不想完被杀害。各位看到畜生道的众生，畜生道众生每天就做什么？吃跟繁殖，吃跟繁殖，对不对？请问你们马来西亚，你们养鸡跟养猪，对不对？哭哭哭，养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卖啊，跟杀啊。那你养猪干什么？你养鸡啊，鸡下蛋啊，最后呢，哎，就变成了海南鸡饭啊。众生没有学佛法就是这样，那所以放生本身是对的，可是第二个重点要看，从动物的角度来讲，现在的动物老实讲不太适合放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失去在大自然生存的能力。比如说它本来就是养在笼子里面的小鸟，你现在把它通放出去啊，它就死了，因为它从来没有在大自然生存的能力。这是从动物的角度来讲。从环境的角度来讲，老实说新加坡也不适合放生，因为新加坡这个土地有限，就算你要放海里海边呢都还要申请，所以在新加坡是很反对放生的。台湾呢有些地方可以放，有一次我坐 MRT 台湾 MRT 我看到的 标语我真的吓了一跳，佛教的放生就是间接的杀生，可是也没有人去抗议啊。后来我问了一下，是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写的，然后佛教徒在抗议啊，对啊，过几天以后这个标语就被撤掉。可是我看到那一刹那是讲，佛教的放生就是间接的杀生。那请问各位，当人家这样批评我们，是不是这样呢？答案是。那各位为什么要放生？因为你从十三业道经里讲说，佛讲过，若遇到众生杀生，得到多病跟短命的果报。所以你希望我不要有病痛，我希望要长寿，我希望健康，所以你想要放生。你的想法是对的，但你做的很不一定有智慧。在马来西亚有些地方也适合放生，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树林，了解吗？好，现在又有个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大家喜欢放生却不喜欢救人呢？举一个例子，现在大家都喜欢救动物，为什么不救人呢？人有孤儿院、养老院、育幼院，有家庭暴力的小孩，有性侵害的小孩，有弱势团体，为什么你都不救呢？却要救一只小麻雀呢？西藏法王达赖喇嘛曾经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不怕人家听，我没有政治立场，我讲教义。他说，现在假如有一只动物跟有一个人，二选一，你只能救一个，请问你要救哪一个？来，我调查一下，问问你们，现在有一只动物跟一个人，你两个里面只能救一个，请问你要先救动物的请举手，你要救人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那当然最好是两个都能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救人呢？因为人有善根，人可以学习佛法，你先救他，他觉悟修行以后，他还会救千千万万的众生。所以佛教不是说不要救动物，而是你要先衡量自己的能力。为什么？人有善根，要先救人。那动物假如你真的没办法救，你可以念咒跟念佛，然后吹气吹在他身上，希望他业力尽的时候来生投胎做人，来学习佛法。所以我们也不是不救动物。另外在台北市前几年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佛教跟很多环保团体结合，比方说台北市有很多流浪狗、流浪猫，对不对？在新加坡比较少看到，新加坡我也有看到，可是台北市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台北市有230万的人住在首都，你要知道养狗跟养猫是很好，这是你的私人的权利，从人权的角度 human right 你可以养动物，可是你要小心动物的粪便或是卫生，你要清理好，因为动物本身上面有细菌。所以当时 SARS 的时候呢，所有的鸟啊、动物啊、猫啊都不可以带上桌子，为什么？它会感染给小朋友，它也会感染给老人。所以因此政府就很不幸的做了一个政策，把流浪狗全部要杀掉，那我们佛教界就反对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由出家众跟在家居士来认养流浪狗咯，狗要带回去养啊，可是你要
知道狗呢没有节律的话，一直伸一直伸一直伸，所以只好最后把它结扎。所以结扎也是有智慧的处理啊。我们不要杀它，不要像电动屠宰场一样杀它，但是它有它的生命嘛，你也要有个环境让它快快乐乐过完，然后呢它就断气啊。所以尊重生命才是最重要的，警醒下来。我们很喜欢放动物，可是我们却不救人，这是很奇怪的。马来西亚这个国土是适合放生，因为有很多的树林，有很多的河流，但是你也不要傻傻的，佛教徒只想做我要做功德，所以呢你就打电话，师父啊，我们天天放生了、放生呢就打电话给电工，哦，明天抓1000只鸟来了，这样不可以。所以我第一个建议，放生不可以事先预定，待会我会讲。放生是本身佛陀说的，可是你在这个时代做要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刚才说嘛，为什么你要救动物，可是你不救人呢？孤儿院、养老院、育幼院，家庭暴力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单亲家庭、老人院，为什么你不救呢？其实你只是想要做，我要做功德，其实你还是很固执的。好，但是进一步来说，那师父你又说，师父我想要健康长寿怎么办呢？我会建议你捐医疗基金，佛教跟基督教、天主教任何宗教的捐医疗基金、义诊，或是医院，比如说现在医院，对不对？可以救很多人，你捐钱，然后捐病床、捐医药，我觉得很好。第二，捐教育基金，这个也会让你得到健康长寿。第三，乃至于弘扬佛法、护持三宝，也会让你健康长寿。不一定是哦，一定要这么固执，说我今天一定要去买动物，然后来放了，这才有功德。而且在马来西亚，各位知道，你们那都是初一十五要放生，你在上游放生啊，马来人在下面在杀生啊，那网子就等好了。所以各位要有智慧，放生本身是佛说的，没有错。可是环境不一样，你不要那么固执。你真正要做的功德应该是救人，还有捐医疗基金或教育基金，护持三宝，你一样会健康长寿的。好，这个问题就先答到这里。好，如果你还有问题，关于佛法的问题或是、其他的问题，好，那你再提问题，然后呢我在相关的经文再看，再跟各位解释。好，请看第14页，请看第17行，四大经翻译。我今天要讲快一点，因为我们只有今天、明天、后天3天而已，我有很多东西要教各位。请看翻译的经典，简单的说，从第14页第18行有60华严，有80华严，翻过来第15页第9行有40华严，请你自己读，我不会一个一个字念，因为这很清楚，我讲重点就好。请看幻灯片。第一，净义60华严是由佛陀跋陀罗翻成中华话叫觉贤义的，他翻译到中国的时候呢，是在公元418年，然后呢一直翻到呢公元421年，他花了3年的时间把它翻完校对，这是60华严。提醒你，假如你要读中国华严中的注解，尤其早期古代的参考书目，你要读60华严，请各位跳到64页。这次讲座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很多资料供养你，如果你想要听普贤行愿品相关的，有古代的典籍，64页 A 佛教典籍及古人的著书，翻过来65页近代的著作，各位可以从近代的著作开始读。 C 如果在座里有你习惯读英文，华严经、普贤行愿品完全翻成英文的，非常好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我会建议你读66页第17行跟18行，请做个记号。
编号35跟36，文殊小百科跟普贤小百科，先从这两本读，因为它文土并茂，在吉隆坡的文殊书店有卖。你看我对马来西亚都很熟啊。新加坡的话是菩提厂经有卖，你先从这两本，它有图跟文，图跟文字，你会比较有兴趣。那你假如要读，翻过来64页，假如你要读古代佛教的典籍著书的话，你就要读60华严，因为从时间顺序来讲，60华严在公元421年完全翻译完。所以古代像举个例子，清凉国师、法藏大师，他引的文啊，都是引60华严。所以你要看古代的著书的话，你要熟读60华严。好，再翻回来14页，第26行，80华严就是时差难陀奉诏译，奉谁翻译的呢？就是最有名的，他翻成片唐朝武则天。武则天在中国佛教史上啊，其实毁誉参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呢、啊，把她演成是一个好像跋扈啊，男女关系很复杂啊，然后喜欢男人，其实乱七八糟的一个皇帝，女皇帝，中国的唐朝女皇帝。这个姑且不论，因为历史上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其实武则天呢、啊、是虔诚的佛弟子，他是帝王，而且护持了很多的出家人，也护持时差难陀，而且他恭请他到皇宫去，然后译经。那武则天自己也诵经，他也参加法会，所以他很关心。甚至武则天也护持法藏大师修东密的圣十一面观音。当中国跟北方的所谓的吐鲁番或是外邦的匈奴打仗的时候，唐朝武则天他求法藏大师念圣十一面观音咒，然后建立圣十一面观音的坛城。圣十一面观音咒给你看，明天我会教观世音菩萨观想，就是这张圣十一面观音坛城。所以呢，战争不用打就赢了，因为当他一念咒的时候呢，匈奴呢一看到中国的军队全部上面是愤怒像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所以战争不用打，他们就击退了。那后来呢，武则天就非常赞叹拜法藏大师为国师，所以武则天本身呢、啊，他也很喜欢华严经。那因为他喜欢华严经。